今天吃的是日式料理。脆骨丸，这个是芝士土豆饼。超厚的三文鱼，北极翅，还有这个寿司，看着是不是超级有食欲？等会儿直播来吧。非常辣哦，咱先尝口汤。感觉吃的贵，那个小妹来双姐。鱼丸。圣诞小雪人儿，可不可爱？来个生蚝肉啊，红烧的。谁挑？谁给你挑？金丝友来一个啊，用勺吃，大口大口吃。太低了。喜欢吃的给我个小双击。开饭了，给宝宝的，给宝宝点一双击。不提十岁以上给个双击，大声王撸。今天先吃一个切片凉拌好的，When you say that you love me, 난 늘 위를 갔네. You want it, man, it's just